瓦尔德，优美这个风景优美的古堡小镇。是的，来，我们的 Rogue 是防守方，埃及菲尔是进攻方。对的，那么埃及菲尔来个放狗吧，怎么样，老叉，你觉得呢？对对对，这张应该是好的地图是可以怎么打？我们看到这边果然选出了裂空，然后原氏，罗伊的原氏，泡泡是拿了伊娃，是的，绕过去，这个绕后的位置，可是罗伊掉下去了，我的天，这个罗伊，这一波我真的有点没看懂，这应该是爬墙的时候掉了，而且就暴露了，就是对方肯定知道你是想绕了。肉哥这边是一个标准的22的阵容，输出方面拿的是 Tavik， 用的是死神，然后 AKM 又掏出他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麦克雷。他们并没有守大门，因为对面是放狗，他选择守在点里打。是的，来看一下 AAKM 这边血线很低，漂亮，被 Linking 这边收掉了。对的，那么正面少一个输出位的情况下，埃及菲尔这一波的进攻优势很大，罗伊又是收掉了辅助 DJ， 但是 Tavik 这边好的，罗伊一个反弹弹死了 Tavik， 但是对方的大锤已经三杀了三个人，没错，在小房间里面七进七出，罗伊马上有大招，一个谢夫塔继续的招，打出大招，但是他要等一下队友，这边是要等一下队友的。打这个地图的这个点确实是要选择这种高机动性的英雄，跳过门口这个非常窄的一个桥洞，对，两边都可以绕，对，直接到点里面跟你打。那么罗伊这边的一个大招是打出来了，元气的闪光也是有大招了，没错，看一下怎么进攻，是不是过来拔刀直接砍辅助，哎呀跑得很快呀。那这一边的话纳米激素是给了 AKM， 对， AKM 是把罗伊直接点死，顺便带走了 Linking， 这边 Tavik 带走了大 T， 正面有点扛不住了，泡泡也倒了。那么这一波的话 Rogue 这边也是成功防守下来，其实 Rogue 这个阵容，他们的这个阵容拿的是不怕你放狗的，准备好了。我感觉是有一点集火没有做到很到位。还有就我发现肉哥老是在小房间里面窜来窜去，像利用这个地形来阻挡你的一个集火。是的，而且这边阵型拉扯得很好，罗伊拔刀的话直接就是找不到目标砍不到人，没错，不会聚在一起让你的原石砍得特别。Linking泡泡大贴有大招，但对方有死神跟重力喷涌，直接一个肾，对方交了一个阴障追过来，元气先导泡泡带走了对方的辅助。卡皮这里带走了前排莱因哈特，对，这个特别可没有人管，三杀，并且手上还握有大招。没错，这个就有点伤了，而且 AKM 也是还在的。死亡之有没有能够冲下来？这波哎。大招交了非常多，而且没打下来血亏啊，如果是骗一下大招的话，再靠下一波的大招积累大。主要是这波他们有这么大招，对自己的进攻应该还是蛮有信心的。蛮有信心，对。这波你大招全交以后，感觉肉哥就往前压了一波。这边那边打的非常不错。是的。Tavik。哎呀，这波偷袭。我的终结技能又是一波双杀，看他往前压就是为了配合 Tavik 这个死神的一个大招，激素大招。是的，其实我们就是看比赛到这里那么久，我一直是觉得任何战术体系的一个基础是技能，技能是你们所有战术的一个核心点。这个游戏它不像 MOBA 游戏有累积装备来碾压，它靠的就是每一次小团战的小细节、小操作衔接的怎么样。对，随时都可能会有一个宝石。对，哎 ，Tavik 浪了一波，直接被罗伊收掉，这是个机会，但是元气跟罗伊都倒了。这有点伤了，是的 ，Wings 的一个三杀，是的 ，Wings 这个高能毛妹，在这个小房间四杀，在小房间里的一个输出环境非常的好，对的。那么现在时间是所剩不多了，他们非常的坏，他们不第一时间击杀奶爸，而是拖到最后几秒的时候，这个可能是来不及，直接压到门口了。那么 Rogue 这边是成功守下了 A 点，没错。这张地图在欧美的比赛里面其实经常上的，上的频率非常的高。埃辛瓦尔德在我们预选赛跟小组赛的时候是有上过，特别是预选赛，但后来的这个小组赛跟淘汰赛阶段就上的会比较少一点。没错，其实我们也是学习一下吧， Rogue 整个战队的一个阵型拉扯、技能衔接，包括哪怕在己方的一个输出位先行掉的情况下，他们的一个前排可以扛起扛得住，然后包括可以打出一个高额的输出来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个残局清理能力。没错，这个 Rogue 现在
在面对 IG Fire 的时候打得可以说是非常稳。其实这个队伍在欧美比赛的时候，他一贯的作风就是很稳，即便是在303和402横行欧洲的时候，他们依然是保持着自己的一个风格。刚才在对抗 Natic 的时候浪了一波，输了以后他们也是紧急开会，现在可以看到他们就打得非常非常的稳了，而且整体性保持得非常好。但是对，刚刚我是有蛮明显的看到 Tavik 浪了一波，然后 AKM 浪了一波，然后就输了。双方这个游戏确实是随时存在可能被翻盘的一个可能性。对，那这张地图一会儿 IG Fire 防守的话，他们可能还是要么再拿小美加死神的体系，有可能拿出桌然后小美这种体系来打。这张地图反正堡垒是不太好打，因为两边都可以绕，堡垒太难打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有人用过狂鼠，但是后来由于这个303多前排体系横行以后，这狂鼠就变得好像不太好用了。没错，那么我们 IG Fire 对阵 Rogue 的攻防互换马上就要开始了。是的，这边是由 IG Fire 进行一个防守， Rogue 进行进攻。 Tavik 是在要用半藏吗？我想知道欧美队会不会拿出放狗阵。很少半藏死神，很稳的。就是肉哥最近打的体系确实还是以安娜体系为主，就他们也不跟，就这个版本安娜体系确实是最适合死版本的。能没有是的，对，漏了个小缝。Force， 哎，被勾了一下 ，Twink 没有能够杀掉。对，虽然被奶回来了，但是还是被元气这边给收掉了。对，右键后来补了一枪，这就跟刚才我们所说的，如果进攻方是肉的话，他们就用死神加隔了一下他。啊，死神加半藏，如果说 IG Fire 的话，就可能用这个路霸加小美，因为他们之前好像在推切图会用这样的进攻防守阵容比较多一些。这也是目前比较稳的一种套路。AKM 直接给大招，硬吃前排，再追，带，两个辅助全部都倒了，太果断了这个。走过来，欧了一下，漂亮，元气复活赶来的一个路霸是收掉了，但是自己随后这边被 Tavik 的半藏给收走。没错，再来一个大招，双龙。双龙分路口，是的，应该没有。那么拖一会儿时间。这边的话，我们恭喜 Rogue 战队2-0战胜了 IG Fire。没错。那么接下来将与 Lunatic High 继续会师。对，那这样的话 ，IG Fire 就是 B 组的第三名。是的，将会在后面打一个外卡赛。对，就是明天。对。下午。的确，这个在很多小细节配合上，包括个人实力上，我觉得整体的个人实力上还是会有一点差距。这本次的最佳是那个退局的死神，来看一下，哇，这个大转财发起死杀上去就是刚，好吓人。是啊，这个时候因为他们手上好像是没有控制技能可以打断这个死神，奶爸在后面距离比较远，莱因哈特也没有大招。